我们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了明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。我们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亚玛达嘎大威德金刚明王，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以及各位同门，网络上的同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心照感恩，爱死得了，谁人的？欧拉米国，格格罗木乔，すごい，一起吧，気持ちいい，ジュミ，ヤビ，ブリンブリン，こんにちは。啊，现在通知大家，下个礼拜天六月十一日下午三点 PM， 我们做高王观世音菩萨的护摩法会。这个高王观世音菩萨我以前讲过，是我第一次这个在玉皇宫住持他拿给我的一本经典，也不算是经典，就是几页而已啊，薄薄几页，就是高王观世音经，高王观世音经。那我就开始念诵，我可以这样子讲，自从念诵高王观世音经以后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只要念一遍，就有感应，就有效应。它里面最重要就是有高王观世音经里面很多很重要的，几乎所有的佛他都包括了，像无量诸佛就数不清的了啊，然后呢还有无数的啊，菩萨，像八大菩萨念高王观经的时候要请八大菩萨，就是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、
弥勒、地藏王、虚空藏、金刚手、除盖章、八大菩萨，然后还有十方观世音、一切诸菩萨，一个无量诸佛就把所有的佛通通都称呼了。那我也把高王观世音菩萨这个解释了一遍。那高王观世音菩萨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而是在是一种在梦中一个梦受经，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有人指点他念这一本经，结果呢他解除了很多的这个解除了他本身的厄运。那到底是谁传授的？那居然就是维摩诘啊！居然就是维摩诘指示，然后传授的。那有一天晚上呢，维摩诘他会跟我讲，他说你现在可以放下了吗？我说我当然放下了。他说放下很简单，放下了，那你可以放下了，你可以，我现在呢，他用一个圆形的光，圆形的这个镜光很强烈很强烈放在我的面前。他说你只要把这个顶窍打开，你的眼神从你的心轮到了顶窍出去，进入我这个光里面，你就回到本地了，你什么都放下了，可以，你就这样子回到本地。那时候啊，我看见了以后，本来也想回到本地，但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临终嘛，是师母。因为他现在正在业障消除，在消他的业障的时候，我没有在旁边帮他，我回到本地比他快走，然后留他一个人在娑婆世界受苦受难。佛亲呢刚刚有一个 baby 如音，那佛齐还在照顾他这个如君如红，那很少有时间回来照顾这个
师母。这个我讲了这个以后呢，中委会的这个连升上司跟我讲，我们中委会会照顾师母，意思好像是说你为什么没有走。你应该走了，我们中委会会照顾他的啦。其实师母照顾很困难，真的，哇，很辛苦。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，所以今天他没有办法来。当然也有同门照顾他，有同门去照顾他，但是他发生的大小事很多，大事小事不一定中委会都知道。我觉得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应该，虽然我如果走了我就等于是放弃了，当然是可以走了，但是有时候想想这个疑心难忍啊，所以还是留下来。我那天晚上心脏的跳动很厉害，蹦蹦蹦蹦蹦蹦，跳得好厉害，跳到这个，就是在那一天，哪一天晚上呢？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性宽啊，性宽啊，这个来帮我量血压，量这个血糖，量血压的那一天，他说 血糖降到很低，降到剩下六十几的那一天晚上，这个维摩诘出现圆镜光，叫我从这里出延伸进入圆镜光里面，出去我就不会再回来了，就回到本地了，就回到莲花童子的本地。其实这也是很好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病痛，说走就走，哇，还在人间受什么苦？但是还是为了说让师母在多看几年吧，多看几年。总之，他在受这个业障的报应呢，业报的时候啊，必须要身边有一个人，让他看看也好了，实际上帮忙也不多。我让他看看，他心理上也安慰。突然间走了，哇！这个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我念高王观世音经对他也有帮助。每一次他不行的时候，我就是在车子上念高王观世音经念一遍，他说油不好就转成好，那毕彦法师有没有在这里？
我在车子上念高王观世音经，你有没有听到？那他上车的时候是上车都要人家扶的时候，没办法走路。但是我只要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，他就变成能走路。而且每一次都这样。好，坐，请坐。是很神奇的哦，明明不能走路，抬他上车，我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，念完到了西雅图的将士，他可以爬起来用跑的。每一次都这样，所以我不帮他念高王观世音经了，不行了。所以我每一次像他坐在车，毕彦坐在车子里面，他亲眼看到说，我们用抬着他上车子的，就下来他用跑的。这过程当中，我只是念一遍《高王观世音经》，而且《高王观世音经》我是每天要念，不知道要念多久，一样的，跟千烧法传一样，天天要做的。这《高王观世音》啊，非常的灵感，非常的灵感。他的手印呢，可以讲就是说法印吧，就是说法印，这个啊，不是说法印啊，转法轮，对，转法轮印啊，转法轮印也有结在这里，也有结在这里。转法轮印，转法轮印。那么高王观世音，我们就念七佛念灭罪真言 ：Om di bo di bo de qiu qiu de do ni de ni na de bi ni de mo kia de zhen qian de shuo ha， 就是这样子念哈。那高王观世音非常的庄严，这是维摩诘居士所传的高王观世音经。下个礼拜就是做高王观世音菩萨的父母。高王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慈悲，那么今天做大威德金刚的护摩，其实这一尊非常的重要，他是宗喀巴的护法，宗喀巴的护法，那也是我的护法，也是我的护法。那山庄呢，中央那一尊也就是大威德金刚，这个啊，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中间的那一尊也就是大威德金刚，它的威力很大的，很大的威力。什么魔都可以降服的，
他是祥严摩尊 Yamadaka Om Yamadaka Hom Pei Om Tsuri Kalalupa Hom Kan Soha， 里面有阿弥陀佛，他是阿弥陀佛跟文殊师利菩萨跟这个阎魔法王三身合一的，三身合一的大威德金刚明王。对，他可以降伏死魔啊，降伏死魔，降伏烦恼魔啊，天子魔，还有病魔跟五蕴魔都可以降伏的。当然其他的这个小鬼，只要他一出现，没有一个可以抵挡的。他是部位金刚啊，部位金刚。也就是360度，360度，没有一个魔障他不能够降伏的。有一点小的遗憾，这一尊主起的人不多，很小的遗憾，这一尊主起大家都不认识他。其实他的威力最大，在护法当中他的威力最大。我在那个第一次跟他相应的时候，我是在中国密院我自己的房间，大部分四大，他出现的时候可以讲四大海水全部翻滚，全部翻滚滚动，有那么大的威力。讲个笑话吧，哈。就是读高中的时候啊，喜欢一个女生。有一天呢，在楼梯口遇到她，并鼓起勇气，把口袋里的情书塞给了她，然后就赶快跑走了。回到教室后，心里呀、上下不安。过了两节课，心里想着，不知道他看了这个情书会有什么反应。他就摸一摸口袋，结果情书还在，啊，1000块钱没有了。太紧张了。小明联考失利，大学联考失利，就要去当兵了。新兵训练2个月以后，连里面进行比赛，比赛的项目是立正谁站得最久。比赛整整了一整天，
所有的战友纷纷倒下，只有小明呢坚持到底，立正一共站了12个小时，获得冠军。连长问小明：“哇，你厉害啊！你是怎么练出来的？”小明讲：“这要感谢我们的高中老师。”连长说：“是不是体育老师啊，让你锻炼一个好身体？”小明讲说：“不是的，我要感谢我的高中的班导师。我高中3年，我没有一天是坐在椅子上上课的，每一天都站着上课。”他是这样子练出来的。老师对小明讲：“你再不专心上课，我就要告诉你爸爸。”小明回答：“老师啊，其实我对你也不是很满意，可是我都没有跟你爸爸讲。”好，我们这个进入这个你问我答。哦，他问题很多哎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好啦，大马弟子，马来西亚啊，大马弟子。莲花中梦，想请教卢师尊关于无我及了义的问题。第一，师佛说过，无我是成佛的大智慧。请问密教行者如何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？密教弟子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，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卢师尊在最近的孔雀明王法会解释不动明王的偈：“知我心者，即身成佛。”时开示讲：“行者能和空性合一，那是因为无我，那就能够显化你的佛性，达到即身成佛。”又卢师尊的第289文集的开悟的修持心法第6有提到，佛陀说要得到究竟成就，即是无我。师佛也曾经在佛学总说里说，阿罗汉能证到阿罗汉，是因为阿罗汉已证到无我。弟子的问题：为何大罗汉证到无我的大智慧，但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即身成佛呢？既然是已经无我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没有能够即身成佛呢？他的问题，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。第三，卢师尊在190文集《无所谓的大智慧》里面有一篇《佛法到底有多深》里面提到，
读大藏经发现一个大秘密，释迦牟尼佛最至高至深的心法，佛陀至涅槃也未说出，这是一件令我非常惊骇的一件事。请问卢师尊，无念、无我、无生华忍，合着释迦牟尼佛至高至深的心法有何不同呢？这是他第三个问题。哦，他的问题非常的深。师父讲过，无我是成佛的大智慧。请问密教行者如何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？这个有谁会答？好，你讲讲看吧。其实麦克风。因为你有时候讲了，大家听不到啊。顶礼师尊，我是试着回答。这个无念、无我、无生，就是师佛常常讲的。证得了真空智，是真空智的这个用语言去表达的。其实呢，这个只是一个文字上的分别，事实上它就是讲空性，就是真空智，是佛性。那么为什么有最高的智慧呢？佛，因为呢真空再加上佛的实力，它的方便智一起，它就成就了一切种智，这样子才可以称为佛。如果是空性，它不能有任何的作为，那就不是佛。所以佛是对人来说才叫做佛，没有人就没有佛，它就是空性。这是我的回答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他是用三个字哈，第一个字就是根本字，第二个字就是分别字，就是方便了。第三个是两个合起来，就是一切种字。一个是空，一个是有。啊，这个既然不空，也不有，就是一切种子。空是根本智，有是分别智，不空也不有，又空又有。就是一切种子，你是用这样子来回答。我是觉得无我啊，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无我。因为人有烦恼，有执着，都是因为有这个我，才会有烦恼，才会有执着。这个行者如何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？如果你没有烦恼了，你也任何执着都没有了，
那就是无我。请问各位，你们还有烦恼没有？刚刚我讲的那个就是烦恼。我讲这个我没有进到的大圆净光里面。维摩诘问我，你可以放下一切吗？我说可以。好，你现在就出元神，进入这个大圆净光之中，你就回到本地了。我转念一想，还有一个在消除业障的师母，所以我就没有进入净光。这个就是你毕竟还有烦恼，这个就不是无我。如果你当初的时候啊，我进入出了元神，进入这个大圆净光里面，回到本地了，我是真的放下一切，我没有烦恼，也不烦恼师母，也不烦恼任何人，什么都没有烦恼，也不稀罕任何一个东西。娑婆世界的所有一切东西都不稀罕，那个是真的是无我的。所以简单的讲，我是简单讲了，他讲的比较深了，这个空有，不空不有，又空又有，这个根本智、分别智跟一切种智。我讲的就是说，你如果没有执着了，因为你还有执着师母啊，就这不是无我。如果你任何事情都不执着，而且你任何烦恼都没有，没有烦恼，那你就是无我了。我是这样子讲的，我回答是跟大家这样子讲，你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，也没有人能够牵制我，我也可以放下一切，然后呢，你自己也不执着什么，这个所谓财色名通通都没有，都不执着了，那个就是等于无我。我是这样子回答啊，莲花做梦。第二，他讲这个大阿罗汉，他在挑我的毛病呢。佛陀讲要得到究竟成就，即是无我。好，他在讲，在《佛学总说》里讲，阿罗汉能证到阿罗汉，是因为阿罗汉已证到无我。弟子的问题，为何大阿罗汉到无我的大智慧，但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寄生成佛呢？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，实在是很难讲。有的人讲，有一个人讲，就是在英国，哪一个人跟我去见到英国
那个那是什么学校啊？他有一个佛学研究所。英国哪一个大学？我想不起是哪一个大学。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佛教研究所的所长，到台湾来找我。他跟我讲一句话：阿罗汉，大阿罗汉就是佛。我当时跟他讲：“大阿罗汉怎么是佛呢？因为在四圣界，大阿罗汉那个是佛、菩萨、阎劫、阿罗汉，这四圣，自己有四圣。那你讲阿罗汉就是佛，就是那个研究所的佛学研究所的所长讲，大阿罗汉就是佛。”是他讲，那我是讲说应该不是吧，是牛津大学，牛津大学的这个佛教研究所的所长，他来跟我说，来找到我，然后跟我谈话。那一天我们是在那个哪个饭很有名的一个饭店，台湾很有名的饭店，很久了很久了，五星级饭店。那一天有谁跟我去啊？问一下那个看看。啊？韩立文有没有去？你有没有去？哦，你有在啊？就是那个高明禄师兄的那个饭店啊，师兄。高明禄师兄那个饭店我知道啊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忘掉他的名字。我也是，英文叫做 Howard Johnson。中文我也忘掉了，福华呀，我觉得应该是福华饭店，台中福华饭店，在那里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跟我讨论佛法。在哪一个饭店？没有写的饭店。对对，有在一起讨论佛法。我有没有写在书上啊？那个师尊那个。我们的记载里面是2019年4月20日，这个叫英国著名佛学教授叫做 Richard Gombrich 理查拱布里奇，跟姚玉霜教授带他过来见师尊的，一起吃午餐。对对，理查拱布里奇。好，他讲大阿罗汉就是佛。那时候我跟他讲，这个佛，这个另外菩萨，还有一个阎劫，另外一个就是大阿罗汉，这是四圣嘛？啊，四圣的境界。他讲说，大阿罗汉就是佛，是他讲。我讲大阿罗汉已经证到无我，因为阿罗汉要成就阿罗汉，当然一定要无我了。他是放弃一切的，他真的是放下一切的，他也不贪什么。你知道大阿罗汉修行很困难的，修行是非常困难的。他在吃方面，你说吃东西方面，他要观想那个所吃的东西呀、啊，是最难吃的瀑，
先把那些东西化了原来的东西，把它看成瀑，要观想它成为瀑，然后再把这个瀑吃下去。这个是食啊，财，大阿罗汉不碰钱的。你不能用筷子夹，不用手拿，那规则就是你的手不能去碰到钱，所以财是没有的。你规定就是规定，他的戒律就手不能去碰到钱。那钱根本对他没有用，食物都是去化来的，连吃都要观想它是瀑，那样才吃得下。财色根本不碰的，连花都不碰。你看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就有了，那个花，那个散花天女散花，碰到大阿罗汉，那些修陀陀苦行的，那个花就粘在他身上，不粘在菩萨身上，花会掉下来。花都粘在他，花都不碰。按照佛陀的规矩，色不能碰，连花都不碰。色也没有了，名，在深山修苦行，在岩洞里面修苦行，还有什么名？没有名的。那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财色名食睡，睡规矩，不能躺在床上睡呀、啊。休息只能够坐着休息呀、啊。你们现在有谁坐着睡觉的？睡着睡觉的举手。就是躺在床上睡觉的。有谁坐着睡觉的？我告诉你，不只是坐着睡觉，还站着睡觉。有一条绳子，你拉住绳子，拉住绳子站着睡觉，不准你坐下来睡，不准你卧下来睡，不准你躺下来睡，只准你拉住绳子，快倒的时候拉住绳子，不然你就站着睡吧。要练到站着睡，站着休息。所以他没有财，手不碰钱，没有色，连花都不碰。名，拿什么名呢、啊、在深山里面，在森林里面拿什么名？还有什么名呢？食，吃的就是瀑，化缘来的东西都要观想成为瀑才吃的，不知道味道是什么。睡，站着睡，最起码你要坐着睡，没有卧床的，那你还要什么？没有了，那就是无我啊。大阿罗汉修行是这样子的，释迦牟尼佛规定的。你们哪一个坐着睡的？哎，师尊是坐着睡，我坐在法座上睡。不过晚上回去还是躺着睡。
今天没有人叫我，气死我了。那个我叫莲奇上师跟我讲，我跟莲奇上师讲，记得叫我。他说 他有敲门，但敲得比较小声。敲得小声，我怎么会醒？哎，我今天呢，今天来就迟到了，那不好意思，这真的是。那看时间嘛，时间到了你就赶快闯进来，叫我这个，不叫我的，超过20分钟，哇！这样大阿罗汉是不是修道无我？我告诉你，大阿罗汉是修道无我了，修道空啦。为什么他没有成佛？因为他没有度众生啊，懂吗？他没有成佛，他因为他只修自己呀，自己成就了，成圣人了。但是他没有为众生想啊，他只为自己想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佛嘛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他问我，大阿罗汉证道无我的大智慧，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寄生成佛，他没有办法有跟空合一啊，他只是修空没有修我，所以他不能成佛。所以佛是 一切种智的不空不有，又空又有，这个就是一切种智啊。他只有空没有有啊。就是回答你，大阿罗汉虽然得到无我的大智慧，但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寄生成佛，就是因为他有空没有有。这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佛法到底有多深呢？发现一个大秘密，释迦牟尼佛至高至深的心法，佛陀至涅槃也未说出，这是一件令我非常惊骇的一件事。请问卢师尊，无念，无念当然啊，无我，无生法忍，这和释迦牟尼佛至深至高的心法有什么不同呢？无我当然就无念，无我当然就无念，无念就是也可以讲无念无我无生法忍，这个是不动地，就是不会再动了，不会再退转。你证到了无我，证到了无念，就不会再退转了，当然是不同了。佛本身的心法，他是圆觉圆满觉悟的圣者，圆满觉悟究竟觉悟的圣者，就是佛究竟觉悟，它里面包含了有跟空，有跟空的有何不同？包含了有跟空的，又有又空，又空又有啊，不空不有，又有又空，这是心法，很大的至高的心法。那么无念无我无生法忍，几乎都是很接近的，这个是很比较接近的。跟你这样子讲，大马弟子莲花中梦啊，这样你知道吗？
这个圆觉经里面呢，圆觉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他本身所问的问题。哇，5:06了，我再讲一下吧。诸人者，就是维摩诘对所有人的称呼啊。诸人者，此可幻厌当乐佛身。他说：“你们呐、啊，听到我讲这个人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可厌恶的。”很忧患的，这个身体是很忧患的，是很可厌的，不好的。到了老的时候啊，这里痛那里痛，无处不痛，没有地方不痛的。一下子眼睛痛，一下子耳朵痛，一下子鼻子痛，一下子喉咙痛，一下子头痛，一下子脖子痛，这个颈椎、腰椎、髋骨、啊、膝盖，哪里都痛，脚底还有脚气。你上一上飞机啊，这个、高跟鞋这个脱下来，啊，让自己那个，然后坐到了地点，哇，高跟鞋穿不下去啊，啊，两只手提着高跟鞋。赤着脚，脚气，脚气就肿起来了，没有地方不痛的，就是这个身体呀、啊、是忧患的，是可厌的，所以这个应该你们大家都要当乐佛身，当乐佛身。就是要学佛法，教大家这个时候啊，唯一能够解除这个痛苦的方法，人的身体痛苦的方法，就是是学习佛法，得到佛的身体，法身就没有那么那个，像那个我看到的那个天女，她穿天衣，她不用洗的。它会发亮的，天人他的脸非常有光彩的，啊，他显现出来非常有光彩的，这身上的花它不会凋谢的，它不会枯萎的，他身体永远是干净的，不用洗澡，他就是干净的、清净的。它永远就是最美的，又有光，它想什么想到哪里，一个念头它就到了，神通具足啊，神足通啊，天眼它想看什么，眼睛一打开它就看到了，看哪里都可以看得到，天眼、天耳要听什么都可以听得到，他心，谁在想什么我都知道，宿命，三际一如啊，没有时间的啦，永恒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的，三际一如啊，漏尽，没有烦恼呢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漏尽通、神足通、这个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，什么都通的。这个佛的身体就是这样子，最重要的漏尽啊，没有不知道的智慧。没有一点烦恼都没有，烦恼漏尽。
一点烦恼都没有，自在任运，这个身是最好的，这是佛身。为什么呢？所以则何？为什么呢？佛身者即法身也，佛的身体就是法身啊，师尊有很多的法身，也有很多人接受到师尊的法身。那个啊，莲花含仪，你看过师尊的法身吗？看过师尊的法身。那你知道师尊的法身24个小时都在你身边吗？你也看过很多佛菩萨的法身。好，给他那个。你看过师尊的法身吗？看过。你知道师尊的法身一直跟着你24小时吗？知道。好，那你也看过很多佛菩萨的法身吗？有看过。他就是证人。好，谢谢师尊。好，你请坐。其实在座当中哦，也有很多人看到我的法身的，也看过我的法身，在座当中也有很多人看过我的法身的。事实上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讲佛身者即法身也，佛的身体也就是法身。他不是看，不只是看到世尊的法身，还可以看到佛的法身。所以他信心非常的坚定，信心非常的坚定。他是，你是从那个台湾来的嘛？台湾台北，台湾台北，你现在是，你是台大兽医系毕业的是吗？对，台大兽医系毕业的，台湾大学兽医系毕业。他现在也是，你是也现在也是在那个兽医医院里面当医师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你。谢谢师尊。嗯。所以佛身者就是法身，那个法身呢、啊，比我这个烂身体好多了。法身不坏，身体一定坏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不好，很多毛病的。这法身是不会坏的，它永远存在。所以当然呢，维摩诘讲佛身者就是法身。我很不喜欢我自己这个身体。第一个太矮，气死我了。其实我也长得不错啊，对不对？相貌也马马虎虎了，已经79了，79、80了，79、80的，能够长这样已经麻麻得了啦，麻麻得了啦，就是因为太矮，我很讨厌自己。为什么大家在讲那个高高帅帅的，每一次讲都是高高帅帅的，
为什么没有讲过矮矮帅帅的？气死我了！这身体，我还能不能长高？啊，我问很多医生啊，我还能不能长高？他说手术啊，什么手术？骨头弄断，再把它接骨头上去啊。然后再给他培养这个那个肌肉，让他长出来，太痛苦了，这太痛苦了，做不到，害我现在都穿高跟鞋。不，这个不是高跟鞋，就这个登云鞋，爬在云上的鞋子，登云鞋，我已经穿很久了，我做。这个登云鞋是我的弟子做的，在台中啊，这个中国医药学院里面一个专门做鞋子的医生，专门在帮助人家矫正脚的医生，啊，师母去见到他，然后帮我做这一双鞋子，然后这双鞋子，他说这个要做给谁穿呢？啊，做给师尊穿，那是弟子。他说：“那我一定做，师尊一定有一些遗憾。他怎么不懂得我身材？叫你做这样高，就是他是他特别做的，为我做的。说师尊穿这一双，那就会高一点，大概高个10公分吧。再磨一磨，现成8公分。”可以增加10公分呢、啊。我以前最高的时候是163呢，很高了啦。哎，最近去量说变成158，这骨节会缩会短下来哎。我操，这个身高哦，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。说这个身体不好啊，你看过我的法身你就知道了，我的法身很高大的，法身很高大的，它要多高大就多高大，要变小就变小，变高就变高，它没有病的，不会有病的，也不会去看牙齿啊，还要去洗牙，3个月要洗牙一次。另外还有什么，身体要去 family doctor， 3个月就要去一次。我大概6月10几号又要去看我的 family doctor， doctor go， 我有三个医生，一个是管心脏的心脏科的 family doctor， 一个管肾脏的 family doctor。一个是真正的 family doctor， 3个 family doctor， 你看嘛，都要去看他们。所以这个身体不好，佛身、法身就非常好，他都不会生病的。那以后再讲，这个是佛身，这个法身是怎么样子出生的。怎么样子，它会变成佛身跟法身。我现在虽然现在是一个人呢、啊，是有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把我累坏了，这个身体不好，我也承认我这个身体不好，真的很多毛病，这个机器都快坏了，机器，身体里面的机器都快坏了。但是法身就没有这些问题，而且它可以随时变化，非常光明，非常清净，什么都知道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它可以不只是一个身，它可以一个变成
千千万万的身，所以观世音菩萨有千百亿化身，就是这个佛身，就是这个法身，千百亿化身。这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看到世尊，千百亿化身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，你修行正到达一个境界都可以看得到。啊，昨天我妈妈带我去相亲，还一次看了两个小姐，一个是丰乳肥垫，丰乳肥垫，身材一流，可惜长相很抱歉有龅牙，一笑我就受不了。另外一个脸蛋不错，算漂亮，可惜稍微胖，回到家一直很苦恼，哎，终身大事耶，心里好纠结呀，一直在纠结。到第二天早上，我妈妈买菜回来跟我说，两个都不看，都看不上你。所以不用烦恼啊。有一个人讲，我刚买了一颗榴莲，打开竟然都臭了，那个老板呢，真是奸商。另外一个讲，别提了，我买了3公斤的莲藕，一半都是有洞的。这个说啊，我买了一瓶醋，打开一闻，全部都酸了。另外一个讲，你们都不，这都不算什么了，我买的椰子啊都进水啊。有一个大胖子啊问减重的老师，市面上有卖减肥的贴布，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啊？减肥贴布啊。现在市面上有在卖减肥贴布，有效吗？这个减重的老师跟他讲，要看贴在哪里。啊，这个胖子就问了，贴在哪里最有效？减重的老师讲，贴嘴巴。女生都很容易忘记自己把自己的华夹放在哪里，但他却能够记得7年前某一天下午3:40:16你讲过的话。我告诉你啊，师母现在什么都忘掉，但是呢，刚结婚的时候我对他讲的话他还记得。老师在台上讲课，小明跟小智在座位上叽叽喳喳的讲个没完。老师转过身，王小明、吴小智站起来，到前面来，不专心听课，在台下讲什么？你现在给我大声讲10遍，你在台下讲什么？他们两个就讲，老师的裤子的拉链没有拉，跟我讲10遍。昨天去参加选筹大赛，刚上台，主持人就给我轰下台。他讲对不起，我们不欢迎
上届的冠军来参加选筹大赛。我们来拍咪好吗？